有关于民选代化，因为现在有传出说好像感觉是不是主席在为自己未来连任做准备。国民党就像一个球队啊，我常常说我是总教练，那我们就希望这个球队好啊，球队每一位选手能够表现越来越好，那我们这个球队大家越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。那我们现在没有党产，有的就是靠这个团结的力量，任何造成内部的纷扰或者是内部的对立都是不应该的。我做的主席就是希望团结大家共同努力加油，